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我哋係 Beyond 樂隊，咁黎家駒。音樂應該有好多種類，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有好多色彩，有好多唔同嘅感情，唔同嘅文化喺裏邊。即係音樂係藝術嚟噶嘛？音樂唔係純粹娛樂咁簡單，係生命中裏邊一個節奏嚟。即係無論你係一個點繁忙嘅人，點淨係顧住揾錢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樂。我係個音樂人，我係音樂人，我尊重音樂。好，靜啲，我好即係靜啲聽，靜啲聽。
我谂系，如果冇音乐死嘅我，我死嘅真系，即系唔可能冇嘅我。我哋都唔系中意讲啲唔开心嘅嘢，只不过想发表自己曾经经历过嘅路，曾经感受过侧边所有嘢，系我生活嘅形式，我去有咩影响到我，即系我喺我心里边，我再反弹翻出嚟，即系嗰啲系一路都系啲感情喺度转紧嘅咯。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想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不想撇去。即系好自然咁去感觉佢咯。不是很刻意地做一樣很辛苦的，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東西出來、你會吃力不討好、我覺得每一樣東西都是發自內心的，要感動人一定要感動到自己先。掩飾神意的感覺，再次聽到昨日的冷嘲，徘徊於街中，恐怕只得孤獨。
我的手，紧抱过去牵压了的手。我与你也彼此一起艰苦过，写上每句冰冷冷的诗，不会放弃高唱这首歌。我与你也彼此真的珍惜过。水彩咁样，五颜六色啊，有时淡有时浓啦。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些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
平原占有我，天真的感觉不会变。Never change, never change, never change,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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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ne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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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即係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嘅社會先啦。讓你發覺世界已變了，又已看見美麗如言勇志，讓你放眼遠看這一切。慨叹世上总有不安、哦、愿你听我告诉远远处那里永远背着古老枷锁，没有智慧勇气去抵抗，在这里多谢大家到来的朋友，希望在明年我们找一个可以的话，找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和平的地方，一起再唱歌，一起再抛开一切的压力，抛开一切的苦恼烦恼，去享受一个很和平很和平很亲切的音乐会，好不好？风雨中抱紧自由。
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外每种色彩，炼与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黐你線，有時覺得可能佢要我，即係有咩咁好玩啫？咁樣同埋即係冇乜嘢前途咯。咁佢覺得我哋應該一齊腳踏實地啊，揾份工作啊，就唔應該玩埋啲咁嘅咁無聊嘅嘢，又嘥錢啊咁樣。即係我其實玩緊一啲好普通嘅搖擺音樂，只不過即係宣傳媒介，佢哋要形容我哋嘅方式變咗地下咯。我披起黑皮褛，现在没法抵抗心中的变节。其实我不嬲都系喺度变紧嘅，不过嗰班话我哋变嗰人想变啫嘛。Beyond 改变形象之后，喺1987年推出嘅首张大碟《永远等待》同埋《阿拉伯跳舞女郎》，口碑同销量都比预期为差。乐迷嘅冷淡反应，对于充满希望嘅 Beyond 嚟讲，可以讲得系一个沉重嘅打击。
最難受就係喺一個過渡時期，由所謂人認同我哋叫 underground band， 即係地下樂隊，到我哋上咗地面，即係佢認為我哋上咗地面，即出唱片，即係嗰段時間受咗即係批評或者攻擊啦。地下嘅即係所謂即係話我哋係地下 band 嘅樂迷，即係話我哋搖擺半夢嘅，咁嗰啲啦，嗰啲人難受啦。咁我哋又要面對地面其他嘅樂隊啊、artist 啊，咁嘅時候又係即係另一種嘅難受咯。即係我只不過以前做嘅嘢係自己想做，我唔係向人認同啲乜嘢，或者係定過啲咩盟約，只不過完全屬於我自己想做就做。OK， 我做到咁上下，我唔想做，我喺度第二樣嘢。咁我要受到即係人哋嘅攻擊啊，或者批評，即係好自己會好難受咯。嗰個過渡時期，即係點解一兩支持你嘅朋友會突然間咁樣話你啊？五種嘅冷嘲熱諷，並冇減退 Beyond 對音樂嘅熱誠，相反，佢哋更加努力咁去唱去做。點講？點講？感受到很多東西，還有覺得我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還有我們今時今日的改變也是值得的。我們相信我們自己做的每一樣都是正確，所以我們不怕任何人對我們任何的情緒或者是任何攻擊，你放心，我們要堅持我們的理想。跟住嚟，我寫咗唱完之後幾晚瞓唔著嘅歌，當你叫做再見理想。
走，洗去悲伤。有人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但愿共聚，回首往事。心中一股痛仍勇闯，抛开那现实没有。但我不斷咁抱怨，但我唔改變嘅，咁你永遠就抱怨。闖出新的境界，無畏勝敗，勇闖新世界。起身跟風心態，成也失敗，永不唱敗。你有創意，創出新生命。为什么就刚唱自己的歌曲呢？为什么刚唱自己的歌曲？乐队吗？因为我们是热爱音乐的人啊。嗯。我们有自己的说，有自己的话想说，有自己想的东西想讲，想在音乐里面讲。还有就是，我希望听到我想听到的音乐，在香港里面，但是没有啊，所以我就做给自己听，自己来唱。分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裡，即如果你當自己是藝人或者是藝員的，那你就會迷失的，我覺得。但我始終我堅持都是我自己玩音樂，除了音樂以外的事逼不得已的話，為了宣傳我們會去，為了食飯，為了宣傳我們會去工作，去勉強自己去接受那項工作。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哋都會專注翻喺音樂嗰、那個位置裏邊咯。嗱，如果大部分年輕人都聽緊時下流行嘅音樂，佢會覺得不斷喺個腦裏邊圍繞嘅呢啲就叫音樂啦，因為佢 hit。哇！咁佢第度聽，佢第到其他國家聽啊，或者遠啲地方聽啊，留意咩嘅音樂神？咦？乜呢啲嘅音樂我未聽過嘅？係、啊，呢啲詞嘅音樂。但喺香港聽嗰啲唔係咁嘅喎，咁即係咁就其實即係香港人聽歌啫嘛，邊度聽音樂嘅？再簡單啲講，唔係睇人，你聽下歌先，咁佢冇理音樂。香港冇樂壇嘅咯。我哋話喺日本唔翻嚟，其實我點會唔翻嚟啫？根本我哋唔可能唔捨，根本我哋唔捨得你哋。最大嘅問題就係唔止唔捨得你哋，我哋能夠可以去到日本發展，或者我哋可以有咁嘅勇氣日本發展，都係因為你哋一路咁支持我哋，係咪？所以你哋放心，無論去到幾遠幾遠，最後我哋都係翻返嚟呢度。
6月24日凌晨在富士电视台第四录影室进行活生生站的想做乜嘢就做乜嘢的节目。拍摄 过程中不慎由舞台跌落，身受重伤的香港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黄家驹先生被送往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病院接受抢救，但是在今天6月30日下午4:15，因为急性脑膜下血肿、头盖骨骨折、脑创伤同埋急性嘅脑肿胀而不幸逝世。
惜我们的故乡，放不下我们的理想，好吗？想问你一下，告诉我外面的世界，不要太担心，因为我相信终会走过这条遥远的道路。Oh, Paradise 是否那么重要，你是否那么的遥远。Oh, Paradise 是否那么重要，你是否那么的遥远。多謝各位部界朋友，你哋咁關心嘉賓嘅呢次。喺呢度我最想講嘅咧，就係我希望我哋嘅歌迷啦、有啦，大家冷靜一啲。因為嘉賓雖然佢有好遠嘅地方，但係佢嘅開心同埋佢嘅精神會一直在喺我哋身邊。當佢離開我哋唔再人，我曾經同佢講。以後我哋會插幾一粒音，影響個每一對方，我都係唱俾佢聽。我哋會繼續實現佢理想。加佢一生人為咗實現佢嘅音樂理想，曾經作出好多貢獻，甚至佢嘅生命，我覺得佢應該繼續延續佢嘅理想。怀着冷却了的心窝，变凉风。风雨里出海，雾里分不清恋踪。天空可与我，可会变情不再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多种爱自由。
吉他手阿波。王家强，我细佬。再讲正我嘅鼓手阿荣，细荣。我叫做王家驹，我哋二音乐队。再让我唱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Wow, 你可知曾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弹吉他弹到懵咗，唔记得咗，佢已经介绍我啊嘛，有噶啦，算啦。咁咧，其实我咧就
我哋依家 solo 啦，我要。欣賞嘅多咯。盼望你沒有為我又再度暗中淌淚，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虛。盼望你別再讓我像背負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现已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
裏面，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